这个文件你帮我翻译一下，来，坐这儿。谭司令的文件还需要我翻译啊？翻译出放假了，这些文件我有用，快点。这个给你。你不是说这是我下的诅咒吗？扔掉。这个不是咒，这是法源寺的平安符。我听方丈说，你求了两个。 一个，这给谁的？要你管。你去问问谭司令需要多少钱，我给他设立一个私下账户，但是这件事不必和光耀说。 好，谢谢爸爸。不错，招兵很大。你是怎么说动你爸的？这钱可不是白给的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听说现在日本商会在青岛、天津收购了很多中国的纱厂，而且现在还开始在上海倾销洋纱。如果有一天他们染指上海的市场，我希望你站在穆家这一边。 我们是合作伙伴吗？我为你祈福，给你平安，不是理所当然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的眼睛里没有阴谋诡计。我信。 婉清小姐，今天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？那也比某些人穿得跟仪仗队一样强。瞧她穿成那个样子，有名无实的傀儡司令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们觉得他只是请客吃饭，但对他来讲，那就是荣登宝座。 虽然有名无实，但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才是上海王。